朋友就是来看一下，别这么认真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别这样，真是。人齐了吗？这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们有人生病，休息休生病。在哪呢？医院。宿舍吧。啊，宿舍。Fighting。Fighting。他们生病了吗？冷吗？还好，刚才刚吃了药，我现在出汗。你还在看书啊？我要在背歌词。你睡的时候，就你们没有围巾的话，就拿这个就轻轻的在这里盖一下就好了，保护好这里，不要着凉。好的。OK。休息啊，你今天如果真的吃不消的话就别练了，加油，注意休息。干嘛呢你？突然间特别恶心，然后有点想吐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今天中午吃了。如果觉得很干的话，就很干很难受的话，就放一条湿的毛巾在这儿。我们每天都有开加湿器的。加湿器你们每天拆之前也要把它洗一洗。如果不是的话，细菌。多休息。好。加油。